你看，这是谁呀？哎，没错。哎，跟大家打招呼。那今天啊，大头儿子也来到课堂，跟大家一起学习，大家欢迎吗？看，大头儿子正乘车赶来呢，不过他在乘车过程中啊，遇到了一些问题，我们一起看一看。什么问题？欢迎康。车上36人，到站后有4人上车，现在还有多少人？说得真清楚，请坐。那这个问题怎么解答？邓紫棋。36+4=40人。没错，请坐。同学们想想，为什么用加法？嗯，请坐，还有没有？吴越，上车就是要增加的意思。增加，所以要用加法计算。接着看，购物中心到了，又遇到什么问题了？下雨。蒋梓潼，下车6人，还剩下多少人？有点紧张了啊，没关系，请坐。那这个问题又该怎么解答？王英哲，40减6=34人。嗯，没错。那你想一想，为什么你用减法计算？因为车上的人是下车6人，也就是减少6人，所以是用减法算式。说得真好，请坐。那同学们想一想，刚才啊，我们解决了上车的问题和下车的问题，但是生活中我们上车和下车是同时进行的，这时候这个问题又该怎么解决呢？这就是我们这节课要学习的两步计算加减法的实际问题。好，接着看大屏幕。下一站到哪里啊？没错，是我们的学校。大头儿子啊，终于来到了我们学校，跟大家见面了。那在蜀路站，他又发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，我们一起来帮他解决，好不好？好。仔细观察，从图中你知道了什么？焦志玉。15人下车，又有18人上车。嗯，观察得很仔细，请坐。还有吗？崔景慧。1站时车上有多少人？哦，还发现了问题，很善于发现问题，请坐。同学们，那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？这个问题啊，同时有上车又有下车，问题稍微复杂了一些。那数学上，往往解决这类问题，我们需要采取一些方法步骤。刚才同学们已经解决了第一步，整理条件和问题。那哪位同学再把这道题的条件和问题再说一遍？林涵元。嗯，车上原有3、4人，15人下车，有18人上车，还有吗？还有离车站时上有多少人？哦，问题是离站时车上有多少人？请坐。那谁再来说一遍？吴景晨。车上原来有34人，到站后有15人下车，又有18人上车。嗯，问题是？离站时车上有多少人？多少人？请坐。哎，条件和问题整理好了，我们完成了第一步。
那我们接着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？先别急着说，我们发挥集体的智慧，在小组里讨论一下。那讨论之前，老师给大家一些提示。独立思考，想一想，先算什么，再算什么。第二，理清思路，在小组里说一说。第三，讨论之后，在作业单上完成你的计算。好，开始。想想先算什么？杨静老师，再想一想啊，在一起再想想一想啊。你说一说。对，把三四减去十五，下车的十五加上上车的人数十八等于三十七。好，来，想好了可以在作业单上写一写啊。想好了可以在作业单上写一写啊。看来很多同学都完成了，来，我们请一位小组成员汇报一下。老师在下面也选取了几位同学的作业单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好，请这位同学说一说。我是先算下车，再算上车，加起来等于多少？等于多少？他说了先算下车，能不能具体一点？来，上来说。没关系啊，勇敢一点。跟大家说一说你的想法。就是这个车上人有三十四人，到站后有十五人下车，把三十四减十五，再加十八等于三十七人。这样就算出离站时的人数了，是不是？好。请回来，掌声先给他。这位同学啊，先算下车人数，再算上车人数。那哪位同学的想法不一样？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？好，专孙梧桐，把你的作业单拿上来。好，说一说。我是用车上原来有的人去加上又上车的人，然后再减去到站时下去的十五人，就等于离站时车上有多少人。你先算的是什么？再算的是什么？我先算的是上车的人数，再算下车的人数。哎，同学们，这样可不可以啊？可以。好，不错，来，掌声先给他，非常棒。那刚才这两位同学选择了不同方法，那你的方法是什么？谁跟大家再说一说呢？
来，何延康。我的想法是，先拿车上原有的人减去下车的人，再加上上车的人，就第一步先算34减15等于19人。嗯。第二步再算19加18等于37人，综合算式是34减15加18等于37人。说的真详细，请坐。还有谁？想一想，嗯，范宇航，我是先用车上原有的人数减去下车的人数，再加上上车的人数，这样就算出，现在车上还有多少人？多少人？请坐，同学们，刚才几位同学的想法，你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好，我们再一起回顾一下。车上原有是34人，有些同学是先算有15人下车，再算18人上车，这样就算出了离站时有多少人。还有些同学的想法是，车上原有34人，他先算的是18人上车，再算15人下车，这样也能算出离站时有多少人。那通过刚才大家的讨论，还有几位同学说，我们完成了第二步，确定解题思路。解题思路确定好了，接着我们可以干什么了？计算。计算，可以列式计算。好，在你的作业单上把你的式子列一列，同学们会不会列综合算式？会。好，试着列一列，开始。刚才完成了你自己的想法，你可以试着完成别人的想法。这个算式在另一边呢，有些同学已经完成了。好，谁来跟大家说一说你的算式是怎么列的？吴文轩，你选择的是哪一种方法？好，第一种，说一说。再加上上车的人数，等于离站时车上有多少人，这样就算出离站时的人数。算式呢？34减15加18等于37。好，同学们，对不对？对。请坐。那还有谁？吴俊辰。我问的是第二种。嗯，哦，就是原有人数加上车人数，再减去下车人数，算出结果。算式是什么？算式是34加18减15等于37人。也算出结果，对不对啊？对。请坐。哪位同学觉得你能比他说的还好？
转送梧桐。先用原来车上有的34人，加上车上有的，又上车的18人，再减去下车的人数，就等于离站时的人数。34加18减15等于37人。嗯，说的很完整，请坐。还有没有想说的？勇敢一点。用原来的人数加上上车的18人，减去下车的15人，等于离站时车上有多少人？算试试，34加18减15等于37人。哎，说的也很好，是第二种方法，对吧？请坐。还有吗？来，宋伟峰。人数37人。哦，离也是第二种方法，是吧？好，刚才很多同学用的都是第二种，那第一种有没有哪些同学用？谁来再来说一说？好，林子琪。真不错，请坐。同学们想一想，除了这两种方法，还有没有别的方法？老师提示一下，能不能对上车人数和下车人数进行比较一下呢？张子彤。十八减十五是什么意思呀？就是18个上车的减15个下车的。这就算出了。就算出了车上有多少人。好，没关系啊，请坐。想法很好。还有谁？王英哲。嗯，再用34人加上3人就等于37人。想想这个三到底是什么意思呀？是上车的人数比下车的人数多的数。哎，上车比下车多的3人，很好。之后呢？接着说。嗯，说得越来越好了啊，请坐。还有谁接着说？范宇航。用上车的人数18人减去下车的人数15人，就等于上车的人数比下车的人数多3人。然后再用车上原有的人数34人加上多余3人就等于37人。很好，请坐。同学们想想，上车18人，下车15人，上车的时候人数是增加还是减少？增加。下车呢？减少。那一比较，上车人多还是下车人多？上车。那总的一比较，整体人数是增加的还是减少的呢？增加。所以我们比较一下，上车比下车多3人，也就是人数增加了3人。那算式怎么练？崔景慧。18减15等于3，再拿3加3，34就等于37。
哦，这样就算出离站是37人，请坐。会了吗？会。好，那刚刚啊，我们完成了第三步，是什么步骤啊？列式解答，列式解答。好，没有完成的同学，在你的作业单上把你的式子补充完整。好，完成了吗？完了。啊，解答完了，同学们想，我们接下来该干什么了？我们算的对不对呢？我们需要检验。检验，没错。那想一想，你打算如何检验？哎，徐静明，列竖式，列竖式，算一下运算结果是不是？好，是一种方法，还有没有？吴俊成，把它反过来算，是看是不是反过来算，是不是等于34？哦，倒过来推，看结开始是不是34？哎，想法很独特，不错，请坐。还有没有？何延康。重算，具体说。再把算式重算一遍，看是不是37。哦，再算一遍，是不是？请坐。还有吗？那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。车上原有34人，下车15人，就是减15。口算一下。等于19人，然后上车18人加上。18等于37人，哎，再算一遍，看来我们算的是正确的。那刚才有同学提到的是倒过来推算，老师对这种方法很想知道，谁来说一说怎么倒过来算？秦伟峰，37减18等于37减18等于30，看等不等于34。哦，那你有没有算一算？37减18，这个三为什么不是上车人数吗？怎么变成减十八了呢？因为它是倒着算。嗯，倒着算。好，请坐。谁再来说一说？王英哲。嗯，看一下得数等不等于34人。好，请坐。哎，他通过算式，加就要变成减，减就要变成加。那哪位同学从题目意思再来说一说呢？现在我们算出来离站时是多少人？7人。18人上车，我们可以想成18人下车。谁来说？其他同学呢？动动脑筋。好，英子琪。离站时车上有37人，18人下车，15人上车，车上原来有34人。这样，下车，15人上车，算出原来是34人，请坐。那我们计算的对不对啊？对。好，通过这两种方法检验出了结果。那同学们想一想。回顾一下刚才我们解题的过程，大头儿子很感谢大家帮他解决了这个难题。解决这个过程中，我们经历了哪些解题过程呢？新天意，嗯。
最后呢，电视解答完之后我们还要干什么？不要紧张，那你算的对不对呀？我们需要需要干什么？检查一下，检验一下。好，请坐。谁再来说一说？五月。嗯，很好，请坐。还有谁？来，陈梦琪。先整理条件和问题，然后解决。整理条件问题。解决。我们要想一想这道题我们该怎么写，干什么？是不是对的？检验，请坐。那其实啊，我们数学上对稍复杂的问题，我们往往采取这些方法和步骤。那第一步，我们需要审题，确定或者整理条件和问题。第二步，我们要想一想这题怎么写呀，确定解题思路。第三步，思路清晰了，我们可以进行列式解答。那算完了之后，我们需要看我们算的对不对呀，我们就需要干什么？检验。好。这种方法很好，希望同学们以后多多应用。那大头儿子问，他学会了，大家学会了吗？学会了。那大头儿子一家想给大家出题，你们接受挑战吗？接受。好，请看，我们请同学来选题，好不好？那我请随机抽取一位同学上来选题。好，于敏灿。我们看他给我们选择的是什么题目？随便点一个，想选什么题目？哦，父子出的题。好，请回，一起来看这道题。谁来说一说这道题的条件和问题？来，于敏灿，就你吧。上午摘了120颗，卖出60颗，下午又摘了80个，现在有西瓜多少个？这是什么？题目。题目。条件和。题目。就是条件和问题，请坐。有点紧张啊，没关系。来，那这个条件说了，上午120个，卖出60个，下午又摘了80个，老师给他进行了整理，通过一个，这是什么图啊？现在图。想想这个问题，现在西瓜有多个，怎么解答呢？谁来说说？哎，有些同学在急急动脑筋，想一想。好，张子彤。那个可以把上午摘的120个西瓜分成两半。一半有60个，可以分成两半，然后两半那一半60个西瓜卖出去了。还剩另一半60个西瓜，然后下午又摘了80个西瓜。可以拿80个西瓜，加上上午没卖出去的60个西瓜，等于多少？哦，回答的不错啊，请坐。其实你的意思就是先算什么，再算什么呢？先算下午卖的。好，还想说，接着站起来说。先算上午卖的西瓜有分成两半，有多少个？然后再算下午的加。就是先算卖出了60个，还剩多少个，对吧？然后再算下午摘的是怎么样？摘的是加。好，请坐。终于表达清楚了。来，还有谁？
曹晨。先算上午摘的120个，再加上下午摘的80个，总共200个。嗯。再算卖出的60个，就是200减60，等于140个。好。所以现在的西瓜有140个。我都算好了，真棒，请坐。来，他先算的是什么？一共摘的，再算卖出的。好，那列出算式是什么呢？一起说。20加80。减60等于140个。哎，好，那这个问题我们终于挑战成功。那接着来，谁再来给大家选题？我们接着抽。看谁有这个运气，吴俊辰，来，欢迎你给大家抽抽题。哦，选择了小头爸爸出的题，请回。哎，这道题有点不一样，问小华现在有多张照片，下面的条件是什么呢？谁来跟大家说一说？王正一。声音有点小啊，下次回答问题声音大一点。谁再来大声说一说？楚言。原来有37张，又买了13张，送给小芳15张，还剩多少张？多少张？说得真清楚，请坐。怎么计算？龙旭豪。37加13减15，等于没算出来是吧？你的方法是先加13，再减15。13为什么是加？因为是。好，没关系，坐下来再想一想。谁来说？吴俊辰。嗯，减去送给小芳的15张，这样就算出还剩多少张？请坐。那算式怎么列？吴景辰。37加13减15。算一下，谁算出来了？没关系啊，坐下来算。算出来是多少？谁来跟大家说一说答案？许玉。37加13等于50。嗯。50再减10等于45。45吗？好，请坐，没关系啊。来，宁子琪。35张，请坐。好，看来小头爸爸也没拦到我们。那谁再来？来，你上去抽题，看他给我们抽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题目。哦，打头儿子的题目，来一起看看题目。谁来说说条件和问题？张汉卿。嗯，问题问我们，现在游泳池里有多少人？我发觉张爱卿是个细心的孩子，还用到了我们前面学习的10分秒的知识，对不对？他注意到了时间。好，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？想一想，
同学们拿出作业单，在作业单上写一写，等会我们请同学来说。对，想想。通过有些同学的坐姿发现大家都完成差不多了，那谁来说一说？方子阳。算式是42减25等于17人，17加37等于54人，综合算式是42减25加37等于54人。好，能不能具体说说你的想法呢？42减25的意思是？原有的减去走了的人数。再加上又来的人数。就算出现在有多少人。思路正清晰，回答的好不好？好。来，掌声献给方子阳，非常棒啊！啊，答到儿子的题目，我们挑战成功。接着看。来，我请同学说，你想选谁出的题？李新宇。好，我选妈妈的题目，请看。老师来看一下这个图是什么图啊？现代图。从图中你知道什么信息？曹晨。问题？还剩多少袋水泥？好，请坐。谁来说说算法？只要说出具体怎么算就行了。有同学还在思考，给他一点时间啊。好，蒋子彤。还算出来了。99袋用去88袋，还剩十一袋。算出剩下的，对吧？请坐。好，那这个方法就是先算出上午和下午一共有多少袋水泥，再怎么拿它减去用去的，这样就算出还剩多少袋。好，那最后啊。答到儿子一家的题目，我们再来一起看看。这是个表格题，同学们看一下问题，问我们什么？来，一起读一下问题。他们班不会游泳的和会溜冰的各有多少人？几个问题呢？两个。两个。第一个问题是求他们班不会游泳的有多少人？第二个问题是求他们不会溜冰的多少人？同学们想想，要解这两个问题啊，我们先要算出什么？王英哲，要先算出他们班一共有多少人？怎么算？26加24等于50人。不错，那接着呢？先算不会游泳的怎么算？算出不会游泳的。算出不会溜冰的，先用一共的50人减去会溜冰的29人，就等于21人。哦，口算的真快，真不错。来，掌声献给王彦哲。
反应真不错啊。好，那刚大段儿子一家很佩服同学们，哎，没有难倒大家。那通过这节课啊学习，同学们想一想，你有哪些收获呢？陈伟峰，我学会了两步计算的加减实际问题的三种方法。哦，有的题目很多种方法，对吧？不错，请坐。还有吗？专升梧桐，我知道遇到难题可以用四种方法来计算。四个步骤，对吧？哪四个步骤？具体说一说。第一步整理条件和问题，第二步确定解题思路，第三步列式解答，第四步检验。没错，其实用这四个步骤啊，我们使问复杂的问题变简单，很好。还有没有？你还有什么收获？今天谁来到了课堂？大头儿子。大头儿子发现了生活当中上车和下车的问题，你有什么想对他大头儿子说的呢？吴俊辰。大头儿子，我以后要向你好好学习，要多观察生活中的数学实际问题。说得真好，哎，请坐。我们要像大头儿子一样，哎，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，积极动脑，哎，积极学习。那今天就是这节课我们上到这里，最后老师给大家留一个思考题，请看。小明的妈妈买了一筐梨，称得连筐共重36千克，过了几天梨被吃掉了一些，妈妈又往筐里放了18千克苹果，这是连筐共重45千克。妈妈问小明，我们吃掉了多少千克梨？这个问题啊增加了有筐的重量和梨的重量，回去好好动动脑筋思考思考，看我们班谁最聪明，好不好？好。今天这个上到这里，下课。老师再见。同学们再见。